现在济南的室外温度啊是在13度左右，这个感觉上还是比较冷的，但是啊今天的空气是清新了不少。今天全省最高温度只有23度，出现在菏泽、济南、德州、莱芜等10个城市的最高温度都没有超过20度。另外现在外面的雾气比较大，能见度也不高，提醒司机朋友减速慢行。今天青岛、烟台、威海等地还会有比较大的雨量，鲁西北东部、鲁中东部、鲁东南和半岛西部地区会有小到中雨转多云。另外早上6点，省海洋气象台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。在空气质量方面，我省大部分地区为凉或者